唔想荷包乾糖，教你避开抽水股。选民讨厌政客抽水，同样股民都最憎听到上市公司抽水噶。呢两年全球经济浮下沉下咁，正所谓抽水抽不尽，新负债又嚟。今个礼拜投资导航揾出可疑抽水股，以防大家搭沉船啊！要数地狱抽水王啊！同叔系大股东嘅新时代能源一定有份啊！呢只股单计今年集资已经超过四亿，股价三年跌咗九成。正所谓同叔敢落场玩，冇人救佢玩。你敢玩啊？唯有俾佢玩啊！但未必只只股都咁轰烈嘅，好似苹果概念股瑞星科技喺推出 iPhone 5之前配股，大股东喺高位率先食虎套现，不过业绩理想，股价好快就炒翻上去啦。另外，友邦俾母公司 AIG 默默沽，但友虽然成日住重兵沽空友邦啊，但系次次喺落实配股当日抢住平仓，股价嘅原油嘅，试过单日升近7%啊。AIG 减持比预期细，所以沽压细。第二个相信系不明朗嘅因素消除，股价早前落后，投资者可能估九月份会批股，所以就冇买友邦，反而喺反弹浪跑输大市啊。抽水高危股就系越美丽越危险，好似股价表现有见突出嘅内房，虽然龙腾内房销售理想啊，但系资金链长期紧住嘅内房分分钟要集资噶。另一只系反弹都唔细嘅铁路股，虽然阿爷批出8000多亿项目，但系对净负债比率达到130%嘅中铁仍然有集资压力噶。